好了，你放心，会写上你的名字的。就是这份。不聊了，我就在这儿呢。一会儿先交钱，交了钱就签合同。嗯，承担。两间可棒了。干嘛呢？快点啊！干嘛都磨磨唧唧的？怎么啦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快点！哎呀！米兰，米兰，米兰，你听我说。骗子，骗子！我姐姐的病已经拖不起了，房子可以再买，但我姐姐只有一个呀。再买，为了这套60万，我陪你耗了5年，5年的青春你还给我啊！你还给我啊！你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就把钱给你姐姐，你当我是什么？米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应该跟你商量的，但是我不能不救我姐姐啊！你可以做好人，你可以做好人，你可以帮我，你干嘛拽着我啊？我用我5年最好的时光跟着你，你给了我什么？欺骗吗？米兰，我没有想过要骗你，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，但是这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出丑，是不是？全报社的人都知道我要买房子，连考二英制都知道，连我妈终于松口，可以让我们俩结婚。我现在让我脸往哪儿搁？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，我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但是我从小没有父母，如果没有姐姐的话，我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。分手吧，罗浩。分手吧，我不愿意再当个傻子。我没有那么多的5年可以浪费在你的身上了，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。米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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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这样，罗浩这是没办法，这是贪臣身上都没得选。对呀，罗浩的为人我们都了解，他肯定不是故意要隐瞒你，还是先救人吧。钱没了还可以再挣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嗯，英芝说的没错，罗浩他姐这事儿，他如果不管不顾，那这个人人品就很有问题啊。他姐夫让他长大，又供他上大学，不说知恩图报吧，他要是见死不救，这种人你敢嫁？那我呢？他知恩图报了，我5年的青春去哪儿了？被狗了？我跟他在一起这5年，我每天都挖苦心思的想着怎么攒钱，我好不容易攒得有首付了，我做梦都想买房子，结果呢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。你让我再跟他熬5年啊，再攒首付啊，我凭什么当这冤大头啊？呀，罗浩要救他唯一的姐姐无可厚非，没错，你付出了5年的青春一无所获，你不甘，你怨恨也没错。可是米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。女人最终是要靠自己的。靠自己？大学毕业我就一直很努力的工作，别人不愿意去采访我都抢着去，结果呢？我在这城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我怎么靠自己呢？我们每个人的出身是没办法选择的，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走什么样的路，我们自己是可以选择的。你可以跟罗浩过穷日子，也可以找个有钱人住大房子，没有人逼你。主要是要看你要的是什么，爱情和面包，你只能选择其一。如果你两个都想要，那就太贪心了。罗浩的爱情你觉得不值，那有钱人的爱情，你敢信吗？我其实想要的很简单，如果二选一，我只想活得有尊严一点儿。我不想像我妈那样被人骗，又想过好生活，自己没有能力。我要的一点都不多，有错吗？米兰，别这么说。
你有工作，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再差，你能差到哪儿去啊？不像我，结了婚之后就什么都不做，离开丈夫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。我才是被人看不起。一直，不过也没办法，嫁鸡随鸡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这都是我的命。米兰，罗浩对你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但是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你慎重考虑也是应该的。事儿，你们先聊，我半个小时就回来。你们先聊啊，我很快回来。